怕是二，既惊悚又感动。我希望在这个电影当中给大家看到故事黑暗的另外一面。在民国的部分，我叫做张志生，在现代叫做宋唐。他是一个很悲剧的人物了，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。就我演的这个人物就非常敏感，有一个很大的伤痛在他的心里，抑制不了。林瑶和金翠比较疯的一个女人，会用一些招数。不管是现代部分还是民国部分，她都是一个医生，就有时候会很分裂。我们的美术他们太会找地方，真的找了一个医院，堆满了各种病床啊、医疗器械啊，全是落着灰的。那真的是一个百年失修的危楼，很多楼板都塌陷了，非常危险。所以其实拍的时候，我们大家都很战战兢兢，害怕他会来查。有很多东方元素啊，比如说弓箭、五谷、周游求子。驱魔的那场戏，他们特地请来了一对真的驱魔的人。他们真的就是长得像那个很久远的时代的人。干嘛？好，再凶狠一点，狰狞一点。然后再穿上那些道袍什么的，你就觉得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怖。拍过的所有戏里面最重口味的，他们在那个医生的实验室啊，摆了满墙的标本，很有气氛。看看啊，那里头怎么有虫子在动？那蚂蟥真的在瓶子里边就扭来扭去的，像一个活生生一个很逼真的婴儿，跟他的母亲两个泡在这个水缸里面，看了心里很不舒服。那个泡尸池呢，画面里看完全就像一池血水，在那个池子里就疯狂的把水撩的到处都是。那两个月我们就几乎是活在一个鬼故事当中。最深刻的那一场应该就是我们 ending 的那一场。你要考虑到 3D 的镜头，你要考虑到 VR 很多的绿幕，很多的标记，有很多我被什么藤缠起来的，现场的时候是吊威亚的，挺害怕的，但是拍出了特别棒的效果。可以试着打破恐怖片的天花板，用一个新的角度，无论台前幕后，全力以赴，重磅升级，很冷冽的，摄人心魄的中国惊悚片。